鳄鱼先生去工作，鳄鱼先生住在哪里呢？他住在海里，他睡觉还戴眼罩呢。铃铃，早上七点了，鳄鱼先生是早上七点才起床。鳄鱼先生起床，然后出去刷牙上厕所吧。你看他去厕所刷牙，你看鳄鱼现在住在二楼，有可能是四楼耶。你看他在选领带，然后现在吃完早餐，戴好帽子就去工作了。他走在阶梯，他已经出门了。你看，这是他的家，他应该住的是二楼才对吧？然后我们飞跃，吧啦啦啦！你看，鳄鱼先生在这边的。鳄鱼先生在马路上走来走去，鳄鱼先生在徐汇广场走来走去，鳄鱼先生在这里看来看去，鳄鱼先生也在这里看来看去哦。你看，鳄鱼先生不小心踩到他们的车子，然后呀。妈妈就噗把湿的水用到鳄鱼先生的身体上，然后还有一个小朋友噗对鳄鱼先生。你看，鳄鱼先生在公车那边，他要去他的工作那里。看这里有好好的马戏团的表演的照片。你看这里有戒指，他只是假的。你看这里有蛋糕，但是他什么都不是，真的蛋糕。你看，我们来找找看，鳄鱼先生在哪里吧？在这里，你看还有很多人在那里。你看有那边是，这里有西西。你看，有卖面包的人，还有鳄鱼先生觉得肚子很饿。闻到香香的味道，然后他就走了。然后我们翻页，你看，鳄鱼先生走在那个台阶上。你看他走到这里。把花送给小女孩，然后跟她吹个礼。我们发现哦，动应该鳄鱼是给大家看在动物园吧，我也不知道。白夜还有夜哦，她脱掉衣服，然后光屁屁，然后就给别人看咯。鳄鱼先生的工作是让在动物园给大家看